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心有灵犀吧。我之前来过这里，但没能进来。这个院子肯定装了很多你小时候的回忆吧。这儿之前经常摆着一个棋盘。 我爸就喜欢跟我下棋，可惜他是个臭棋篓子，输了还不认。我妈总在厨房里看到我们吵架，就突然吼一嗓子，我们就都安静了。 原本我以为我妈一直想让我替我爸主持公道，直到昨天，护士给了我这个。总也写不好字，我就拜托护工给我买了这个，打算录段音给你。 这几天妈妈身体不错，人没过去那么糊涂了。这么多年，妈妈一直活在痛苦的深渊里。你爸爸清清白白一辈子，我接受不了他以那种不堪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就逼着你陪我去。 给他讨个公道，我做了10年的噩梦，直到前几天，你带着女朋友过来看我，看着你开心的笑容，这场梦才算是真正醒了。 我又找回到了家的感觉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你们要好好的。不是你没有做错，你不能这么想。还有我呢，我还在你身边呢。我给你一个家，好吗？ 你得好好的，这样阿姨才能安息。我想放弃了，就像我妈说的。 真相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跟我。我们之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好吗？然。 有个礼物，我想送给你。手机里的照片我打印出来了。本来我一直犹豫要不要给你，我怕你心里难受，但我觉得。 需要他。10年了，这是我跟我妈这10年唯一的一张合照。谢谢你，高先生。
院长听说您来了，所以想跟您聊一下赔偿的问题。没必要。您一直不愿意见面，院长他也很为难的，这也不好协助警方调查。去吧，早晚都要处理的。好好的，别发脾气。你放心，一会儿你先回去吧，晚点公寓见。高升最近太疲惫了，我先弄清楚再跟他说吧。